我前两天洗澡的时候，大风来，我连人带伤，不知道到底是人应该先逃还是先救那个人。我其实脚真的耶，他脚没有，没有到啊，真的哎，没有到啊，最后面吗？没有，他是中间，非常没有那个局部，你坐中间脚伸直都没有问题、啊。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